闲言碎语不要讲，接连着上回说下章。上一回说的是武松到了孟州城，石正堂立刻审了武二郎，大堂上要把武松打，不听见身后有人说别忙，老爹爹先别打，这个人能给孩儿报冤枉。石正堂回过头来看，原来是少爷是一郎，可见是你吊着胳膊抱着个头，浑身上下带着伤，小石恩大堂之上露一面，这才又惹出惊天动地火一场。老爷问石恩儿，你小石恩儿到旁边那么一嘀咕，哦对不错，喜坏了老爷石正堂，喝喊一声穿锦簇，锦簇来到了大堂上，给老爷叩头罢了，你把武松押监里好好的伺候武二郎，哪一个要叫武松受了罪，提出牢去就开堂。是，退堂。锦簇进前忙施礼，二哥咱走吧，跟我那里歇歇凉。武松说，哦都退堂了，哎哎，二哥跟我走吧。这武松呼呼啦啦下了堂，正行走来到了，远远的看见了南间房，高大的烟枪十八般的举都用搁阵插把上，为什么上边插搁阵呢？哦，恐怕是里边的罪人反了枪。虎头门上写王字，十个人见了九人慌，老门口倒有一副对能人提杯写的枪，上联写天堂有路你不走，下联是地狱无门自投降，好进难出四个字贴在了上边的门横上。锦簇喊声罪人到了，看门的顺着老爷儿一打量，咯嘣嘣偷开三晃锁，咯咣当拽开了虎头门一掌，进来吧。武松迈步把眼睛，他照着里边一打量，前边看就是个御神庙，门框上有副对联写的墙，上联写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下联是天理丧尽又昭彰，门上悬着一块匾，三个字写的御神堂，御神爷庙里坐，他笑嘻嘻的坐当阳，无泥纱帽头上戴，是无泥红袍穿身上，腰里系着无泥带，是无泥靴子儿组装，他面黑好像个奥子底，络腮胡子半扎长。武松想，我今天先拜拜御神爷，给他们头们增增光。武松进庙下了跪，那个锦簇这边开了枪，耶，到底是二哥当个秃头，场面过节真是强。武松说没什么，说说你们祖师爷的根本吧。哦哦，你知道？武松说知道。哎，那好，你说说俺听听。御神爷，你本是老头叫张王，想当初你也管着南间房，却因为赵匡胤杀了越女十八口，把他顶罪押监房。你和匡胤是朋友，你想救救赵玄朗，你是两肋插刀为朋友啊，活翻了那座南间房，活起来你趁机放走了赵匡胤，就把你烧死在间房。赵匡胤高平冠上去接头，李包庄许下了大姑娘，趁巧兵变做了点，他封你管着天下御神堂，他封你一天自走我牛之地，你走到哪里都管间房，你保佑保佑多保佑吧，保佑你弟子吴天罡，此地要开销我这个耳，我给你重改庙宇四军装，此地要不开我这个耳，哈，你这个小庙住不长了，不是你二爷说大话，我三拳揍进你堂脉扛。啊，锦簇说，我二哥你起来吧，哪有你这么许愿的，你怎么揍那个祖师爷爷堂脉扛啊？武松说，你这个御神不是用脉扛和你一块做的吗？啊，那叫素的。武松说，别管素还是做都一样，都。嘿，二爷，你别管怎么着了，依我看你就在这儿先待会儿，我给你打扫打扫御神庙，你就住在这儿怎么样啊？武松说，不行，我得先看看男友啊。那好吧，你随便去转转，我先给你打扫着。好，武松出了御神庙，他照着里边一打量，呵，
他照着里边撕下来看，那件衣里真肮脏，尘土来回狗死只，臭虫割刀爬满墙，虎豹老鼠来回的跑，摇头摆尾吃八枪。见犯人有几个长着弄宝剑，有几个腿上长连床，有几个老鼠啃了脚后跟，有几个脸上拉扎黄。武松心里说，什么叫天堂，什么叫地狱呀、啊？天堂地狱是聚在人间。武松照着那边看，在那边倒有人一帮，满堂全副手啊，一心敬你，哥俩好啊，喝哎喝。那个说我不喝了，你不喝啊？你输了不喝，赢了喝呀？我喝不下去了。你怎么喝不下去了？我刚才出去拜柳。什么叫拜柳啊？就是见个小叔。你说见小叔不完了吗？你干嘛拜柳啊？拜哪门子柳啊？刮了一阵子抽风。什么叫抽风啊？我就是听了几句闲话。什么闲话呀？说顶风来了，就是咱们几个人的事儿了。哦，那怕啥呀？不就是那个事儿吗？顶风一来，把咱们弄到西门外头，冰凉一阵，落个万口大的粑粑，对不对啊？那样刮着旋风回家，更生盘缠。你不喝，我喝；你不喝，我喝。我喝我的嘴呢，他都找不着嘴了，还喝呢。武松一看，心里说：“嗯，这是些江洋大盗，净黑话，跟他们拉了还有点意思。”对，武松他走到近前忙施礼啊，各位男友都爱扛，大家都好吗？这些人照着武松看，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长啊？哎，你是哪里来的个大个子？你犯的什么案啊？这个时候锦祖啊正在那边大扫雨神庙，一看武松奔哪伙人去了，心想坏了，那些人都是等着秋后处决的，上边赏给他们些韭菜，他们每天吃喝等死，都喝得醉头醉脑的，要闹起来可是个麻烦。想到这儿，赶紧放下笤帚就跑过来了，急忙说道：“哎，我是众位，你别当他是哪一个，他就是京衙刚大户的武二郎，他在阳谷县里当都头，杀人三个没抵偿，今天从军来到的，刚才老爷过他的堂，刚才老爷把堂过，人家的光棍真不让。哦，你说说他怎么个不让法？”大老爷非要打他一千板，他倒说一万八千我敢当，不是我武松说大话，你愿打打个七天八后生。老爷当时没敢打，把他押来南监房。众人未听这些话，七大户的乱嚷嚷：“哦，你就是景阳冈大户的五二哥吗？你的大名俺就扬。”这个说，咱哥俩见面一心敬。武松说我不喝。哎，我一心敬你，你怎么不喝呀？你要不喝，我是个小舅子。啊，武松一听不喝不合适了。那好，我让那个一心敬。那个说，二哥哥，我敬你个二妈来投堂。武松说不喝了。不，哎，你怎么喝他的不喝我的？哎，一见面可不能有远有近呐。你要不喝，我是个老丈人。哎，那个说你这什么话呀？哦，我说二哥不喝，我是小舅子。你说不喝，你是老丈人，咱是爷俩呀。这武松说：“你们俩别闹了，我喝，我喝。”好，二哥，你喝个桃园三结义，对，自己来才做不强。这个说，二哥喝个五斤亏。那个说，六六大神十里当。这个说，二哥喝个七个桥，哎，八仙过海更漂亮。武松喝了八杯酒。他笑嘻嘻的开了枪，各位，你们犯的都是什么儿啊？啊，对，给在下我讲讲。哎，这个说，要问俺犯的什么儿啊？啊，挠挠好好不一样啊。武松说，别管挠好，打从头说，一个一个的说。哎，好，这个说，我一夜赶过八匹马。那个说，我一次红过二百羊。这个说，我豆腐干客观音做了二年四品黄汤。呀哈，你干的还不小嘞。那个说，东大道我缺过银两岗，我砸了皇上就绑粮。就武松闻听哈哈笑，嗯，你们两个真不让，英雄所好，喝。哎，喝喝喝。武松那边一瓢烟呀，有个人蹦的底蹦上。武松说，你是犯的什么案啊？为什么弄成这个模样？那人闻听一撇嘴，别提了，我这嘴受的真窝囊。哎，
武松说，我听你说话你不像本地人呢，哎，问我的家家有缘，我家住山东，在汶上，见一位弟兄报仇杀了嫂子。耶，武松说，咱们两个是同行啊。